人们用围巾、手套来保暖。那么，皇帝企鹅怎么保暖防寒呢？企鹅的羽毛下面有一层厚厚的脂肪，它们就是靠这些脂肪来保暖的。年纪大一点的小企鹅身上有软软的羽毛，这样爬爬走的时候才不会跟我一样冷。但是年纪比那些更小的，需要不断的保暖，就像这样。哦，原来企鹅是这样保暖的。想知道动物更多习性吗？千万不要错过周一至周五上午11:30，《动物来了：野外探险趣》就在悠悠 TV。